灰衣男子在山顶手持火炬做出跨步喷火的动作，喷出长长的火焰，岩壁石块上也出现火光，照片上传到网络，标题还引用歌词“写火烧的寂寞”，引来民众谩骂。 山上来讲是真的不太安全啊，因为风也大，个人觉得不是很恰当。还有人说这样算不算纵火？耍帅也要看场所。玩火自焚。民众一致质疑，在山上喷火的这个举动。而上传照片的是一名摄影师，事后他已经把喷火照删除，并发声明，表示是为了纪念登山活动在山顶使用高燃点低挥发的煤油喷火留影，强调离开前有清理现场。他并写下做错误示范，深感抱歉。森林保护区内。 是不得有引火行为，违反者可以处12万元以下的罚款。不过道歉是一回事，处罚也是要罚。东市林管处说，这名摄影师已经违反森林法，森林引火最高可罚60万元，要是酿成火烧山，还有2年以下刑期。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。记者许玉文、王世涵台中采访报道。